接下来先有歌曲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很期待，那当然有些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只听说过，哎，传说中唱这首歌的人啊，那今天呢就为各位演唱一首歌曲了，就是蓝夜啊，那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的歌曲。不再因为我故作冷静，夜夜陪着你的心。
有一点点难唱啊。那为什么？不好意思，越唱越后面啊。为什么突然那个就是要介绍起这首歌？是因为其实这首歌本来不是我要唱的啊，本来想说要写给那个动力火车他们唱的啊。那时候是想说，哎，想那个恶整一下，对吧？哎，你帮那个那时候唱片公司说要帮那个动力火车写下歌曲，我说哦好啊，可以啊。我说哇，那就不能太简单了，要稍微难一点的啊，和 range 要宽一点。就后来就公司就说，哎，那个德胜啊，听你唱这样子好像唱的还可以啊，要不然你自己来唱好了。哇，当下凉了一半呢，那个感觉啊，本来是要写这首歌，本来是要那个。想说有一点点那个带有恶作剧的成分啊，可是没想到后来也是因为这首歌曲，就让自己有这样子的机会啊，可以在这里跟大家碰面啊。好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来可能要做一个ending 吗？还是好 ，OK。因为其实很难得有这样子的机会了啊。那我想询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些人是从外地来的，台东以外的，在哪里？哎，所以你们都是从花莲，哦，高雄啊，哦 ，OK， 哇，高雄的朋友，还有其他地方的朋友吗？台北的朋友在请举手，啊 ，OK。是的，哦，外面也有哦。好，哦，又是他，所以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哦，香港是，不错，香港的朋友啊，好，那个要来为朋友带来的是那个我很佩服的一位歌手的歌曲。为什么今天我好像一直唱人家的歌的原因是说，因为其实我觉得，既然大家都是那个玩音乐嘛啊，所以有时候好歌呢，还是要替就是像这些朋友们呢来做一下打一下广告啦啊。当然不是，这不是打广告啦，就是因为他们歌曲我真的很有那种感觉啊。OK， 你看小朋友可能也感觉到那种 feel 了啊，那他会觉得哎，是的，听到好歌会特别的兴奋啊。所以其实我们说，你们不管带小孩，那只要是好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喜欢听。那个，我最后一首我想带来一首这个是，萧煌奇的歌曲，什么歌？对，没错，就是那首歌。什么歌？啊，什么歌？什么歌？猜看看，猜得到吗？什么歌？哎，是的，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其实那个大家可以发现说我喜欢的歌都特别的哎比较有正面的那个感觉啦啊，虽然说我的内心其实是很灰暗的啊，很寂寞的，但是所以你看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会特别喜欢这样子的歌曲，特别能够振奋我自己啊。那也希望刚刚不小心那个啊助理突然来跟我讲话，我就好。那接下来就有朋友带来这个今天的那个应该算是最后一首歌曲，这里最后一首歌曲。啊，当然后面还有精彩的啊，那个就是后面的。哎，刚刚是他们在我前面排的那场吗？啊，是吗？是。哦，是的。OK。好，不好意思，因为我有弱视的啊，对对，我稍微看一下现场有多少人。好 ，OK 啦，好，怎么了？怎么了？看到我帅气的一面了吗？好，接下来呢，就来为朋友带来这歌曲，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
我是一个，我只是来做个暖场了啊，因为实际上我说更有，我说更有活力的，更有 power 的那种感觉会在下面那一场大家会看到啊。OK， 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再跟各位碰面，谢谢各位同学，谢谢。谢谢